我们来看看今天报名的眼睛有没有你们的那个菜呵护呵护，你有什么？笑眼，笑笑眼，笑眼，笑眼，笑眼。好的，来，请看。这不好惹哎、欸。这还是，这很适合上立法院问政呢，是。这有点犀利。可是他是素颜哦。对，他是素颜哦。哦，如果是素颜，那其实还蛮亮的耶。肤质也算蛮好。肤质是很好，我说眼神，眼神，他眼白很白啦，很清澈，是属于那种新鲜的鱼。对，他眼睛感觉，如果他亮睁开的时候是很亮的，水汪汪的，但他只要稍微放松一点点，哦，这个不行，我、哦、是谁？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这感觉很惹。哈、哦，老师是不是？老师，你说呢？老师，真的是不是、啊？这个是不是有点？觉得他眼睛好多事的感觉，沧桑，很多故事，他眼神有故事，对，好像有很多历练。对，很爱哭的眼睛，会不会不是爱笑的，是爱哭的？嗯，就是哭到没眼泪的那种。而且感觉好像他一直在生，然后努力的睁开眼睛。哇，好年轻啊！这个眼睛好年轻哎，而且很，我这样这种眼睛，其实老外很喜欢。单眼，对，我也很喜欢啦。欢这种就是很有东方，对，对，是人感。他很像小时候的拉布拉多。哈哈，感觉就是年轻的眼睛，但有神，二十岁上下而已。对对对对，人家睫毛好长哦。对，他睫毛好长，好可爱哦。小狗眼。对呢。好的，我们来看看。哎呦。哦，是老外吗？是老外啊。是不是杨优吧？他的睫毛，但他是素颜吗？老师，他素颜吗？他应该有戴瞳孔，瞳孔放大片吗？哦，他的睫毛有做角蛋白吧？然后还有睫毛有贴假睫毛，对不对？哦，老师，什么叫角蛋白？角蛋白就是类似我们以前烫睫毛。哦哦哦，不知道他是嫁接还是？他是好像是嫁接，因为他睫毛有很长哎。嗯，好的，你觉得第一个你还记得吗？记得，还记得。第一个眼睛哈，感觉嗯。聪明，反应很快，就是眼白很白，很白很白，很清澈了，但感觉有点强势。哦，我觉得他几岁？凭什么？凭什么我们要在你身上浪费了这么多秒？这也是个计谋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最近一直被重接。我们先来问一下班长，请问你几岁？我觉得差不多30。不是，我也觉得差不多30。我还在想，他想很久哎。三十，他刚三十，因为30岁刚好介于女人跟女生跟女孩转变之间，还在一种转变，对转变的感觉。好的，对。